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美国朋友小马。然后今天我们在田纳西州，就是在美国南部玩，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小镇，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叫做 China Bazaar， 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市场的那个意思。然后我非常想要进去看看一般的美国人觉得在他们的眼里到底什么是 China Bazaar， 呼呼呼，我们去了解一下哦。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一切都是武器？对，都是武器，都是武器。哎，怎么有枪啊？这是中国枪吗？应该是吧，中国枪。中国怎么有这种枪？哦，对对，还有中国剑，这是中国剑吗？还是日本剑？还是日本是中国吧？好，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哦，对，这个才是中国的东西吧？哦，不是，是日本的东西。Do you have the same one? What? You have the same one? 哦，这个我也有，没错啊。好，那。怎么中国市场都是美国，都是日本的东西？ Fake Chinese in here. Fake Chinese? Yeah. Oh, yeah, yeah. Yeah. 好，那我们再往后面去，我们再往后面去哈。我武器，一大堆武器。哦，对对对对，这里才是中国的东西，看一下。还有这个，这个是糖果。好，这个是枪。哇，对，这个是真的枪。哦，不是真的枪。还有那个，那个是中国剑。好。Stun gun, cell phone. 手铐。对。还有 taser。fuck， 中文怎么讲？泰瑟枪。哇。哇。哦，还有 nunchucks。对，这个总算是中国了吧？嗯，有李小龙哎，还有郑国龙啊。棒！对，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中文字啊。为什么？不懂。好，这边这个很奇特，它一边是枪，一边是刀。棒吧，哎，美国人太伟大了，实在是。还有那个，对，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它既是枪，又是刀，好诡异啊！哦，你好，中国枪啊！其实。你说这个地方是中国市场也没错啊，因为这些东西它毕竟都是中国制造的啊，不是吗？对，中国枪啊，没错，都是中国的东西，对，没错。那么总结起来说，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武器，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好了，记得要关注我，我是小马，在纽约，下次见了。